这关又是什么？大河敌方在绿，那我先用双翼飞机。去，那边机翼都黑了。啊！直接坠毁！妈，苏联飞机屌爆！东汉，现在有尾部机枪了、欸，我早就有了，好爽哎、欸！苏联的飞机真的太诡异喽，我把轰炸机当战斗机玩，还是一样很强。要轰轰炸机。找到山里面，我最后啊，妈的，我直接跟敌人对撞。哎，最后这个钱超好赚，你不觉得？超简单吧？哎，我加进来了、欸，加小队啊！啊，等我们一下。好、啊。怎么？我的人员死了？Just keep it up.
庄汉，嗯、啊，庄汉，想不想要用速度卡？速度卡？对啊，轰炸机。他的型号都很忘记。JU87。哦，我有练德国，不过差一等。这个游戏玩神多人是白痴，中十你把它中十，应该对两方都很堵完吧？What the fuck？快，我要练 BF 一零。快完了，他们血量快没。哇靠！这场连一台飞机都没有爆。不过啦，很适合用日本，美国我一直死。日本是好在机动性吗？美国我觉得速度快，然后攻击又不强。它是太快吧？对，太快，然后打不到。赢了，赢了。